第16课。我现在累得下了班就想睡觉。Lesson 16. I am so tired that I want to do nothing but sleep after work. 课文一，在公司。Text 1. In the company.我不喜欢一直住在同一个城市，想去其他城市看一看。我年轻的时候也这么想，但是那时候没有钱，如果有钱就去了。那您现在为什么不去？现在钱不是问题了，主要是没有时间。我认为现在您有时间，也不会出去玩。你说的对。我现在累得下了班就想睡觉。课文二，在同事家。Text 2. At a colleague's home. 谢谢你们来看我女儿，你送的小皮鞋和小帽子真漂亮。别客气。你女儿长得白白的，胖胖的，真可爱。现在多高了？快1米了，25公斤。你看她鼻子小小的，头发黑黑的，长得像谁？像她爸爸。刚出生时，她爸爸高兴得一个晚上都没睡着。课文三，在公司。Text 3. In the company. 我的牙还是很疼。如果不舒服，就去医院检查一下吧。检查好几次了，但是没什么用。大夫怎么说的？每次医生都告诉我，回家好好刷牙。课文4。Text 4. 很多人都觉得现在人和人的关系冷冷的，这可能是因为工作太忙，忙得没时间跟别人见面，累得不愿意和别人多说话。其实，我们应该多对别人笑笑，说话时如果能多用一些您好，谢谢这样的词语，和别人的关系就会变得更好。